哎，大家好，这是 Cynics 为大家来《Resident Evil Village》的游戏开荒视频。我们上期呢，应该是打了一个 boss，现在呢是又回到了游戏一开始的这个村庄，好像剧情是让我们去这个有一个什么红烟囱的这个建筑里边。但是现在看一下地图，好像当时左边吧，进来左边好像是看见树上有一只蓝色的乌鸦，我是给打掉了。后边为什么听见了好像是门的声音？这些是乌鸦吗？200。这棵树上当时打了一个乌鸦，玩意儿。Juicy Game，我们是在狩猎。Duke，这个。人当时1900几年，这个跟那个 Evelyn 有关系吗？当然好像很随机的一个很随机的一个墓碑，为什么可以调查？之前这些有这么多血吗？我怎么感觉怪怪的？这个玩意儿还是没有用啊。那边那个门开不开？这是我们之前去城堡的地方。这个门可以开了。原来有这个东西吗？原来没有这个东西吧？现在是21年。Ethan Winter 跟，这是我们的女儿。潜入了村庄中。有生化武器，等于是这些狼人，我猜他们指的是。这边是，这等于是。搜索实验室，这些人是谁？Alpha。这个现在是还是期待的一个，期待是在美国路易斯安那，然后现在是跑到了欧洲来，还是有这个 mode。Alpha，我猜这个带头的应该是 Chris。还是说我们的 Rose 是相当于是？这好像是还是之前期待那个 Evelyn 她的一个，好像是被附身了一样。什么声音？听着像鸡叫。真的有鸡。哦，这是要他下蛋呀，还是直接杀了吃鸡肉啊？但这边看着好像是直接杀掉的样子。还是先等一等吧。四代我记得那个鸡好像是你不杀它会下蛋，有时候还会下金蛋。
从另外一边被锁住了，这是什么？好黑呀！听见了羊的声音。这边养一点鸡，先不管。就是之前烧毁那个房子，现在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这儿还有一个鸡。啊，之前好像说回 Duke，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什么打猎的那个东西，先回去看一看。是这么走吗？回之前好像这个房间里有个钥匙。激发弹药，You wish to make a purchase? 这个他写的是一个材料，也不是说是个财宝，所以说是很贵。Pay me no mind. 这个配方先买了吧，然后 Till next we meet. 这些东西可以先暂时不升级。看一下怎么走，这个房间还是红的。Lichen。有财宝，绿了，但是这个颜色是绿的嘛，一直管这玩意儿叫绿的，感觉有点发蓝。这边可以走，这边有两个门，这是个什么东西？应该是现在没有用，先把这些，这钢铁钥匙这个东西先给弄了，看一下这个怎么走呢？穿过前面的门。
过不去。这个门开得了吗？我猜这个要这个门开之后才可以过去。嗯，就这个广场吧，广场那边有一个门锁着的。哦，这个门外应该是我们一开始游戏一开始那个村庄，怎么还要发霉了？什么情况是？一开始村庄等于是我们被那个怪追着满图跑的时候，当时是那个门，这个也是被锁住了。这个前边，这房间没有来过吗？这个地方没有来过。又是开锁，这些锁还挺多。烟囱有尖叫声，这相当于是一个那个马厩的有一个墙上有个洞。什么声音？这个地儿应该是没有东西，这些地方去不了。这好像现在应该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边。这俩房间是通着的，不要吓我了好不好？这个太瘆人了。这房间是没有东西的。为什么好像这？刚才他攻击我，打他爆头的那一瞬间，还卡了一下似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我听的这个房间内有碎掉的声音？
这个是前进道路。安息吧。这是一个要一个枝杆的一个东西。房子看起来好危险。等于这些被挡的东西，我现在地图上这么看是看不出来的。好，这个地方也是被挡是吧？这两个地方都是被挡着，现在只能是这么走。这是个墙，不要进入。这地儿我们之前来过，开锁器没有了，从另外一边被锁住了。大概知道，这等于是刚才有那种很像铁链子一样的声音，是有，是鸟笼子。这地儿是没有来过。而且写的是不要进来，这肯定是里边是有一定危险。07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鸟？看向窗外，然后我现在一回头就刷一堆怪是吗？呜、哦！刚才这个游戏，他抓拿我的一瞬间，就是我还没有被他抓住，或者说我们俩身体还没有接触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按了一下开火键，但是呢，好像这个游戏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判定为我这个人物被抓住了，那个开火键是没有被识别出来。等07、04、08是吧？吓死我了！这是一吗？07、04、08，
那请你来问。那我们手枪是可以下岗了。这个东西是没了。150160，而且是没有升级。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是全自动手枪？这是半自动手枪。1911是很老的一把手枪，为什么这个设计成了一个全自动？看一下，这个子弹没了，我可以不要了，把这个装备上。散弹枪，这个可以打两发，散弹枪再打四发。我加血还有一个。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准星的一个聚拢速度，这还是蛮快的。有错觉吗？可能实战开火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吧。开锁器没有，而且这个东西开不开？我刚才是获得了什么东西？获得了一个摇杆，可以是把那个刚才有一个车，是这个地方吗？把这个东西可以支起来。没有敌人吧？没有敌人的话，我弄这个吧。就是要钻过去。重新开始了，我应该是浪费了两个药，我这手气什么东西？我已经过来了，相当于是。怎么回事？
这个加血真的是好，我用什么剑加血呢？我把这两个改一下，我还是下意识的用叉键在转身，因为这个实在是从很早的这个《生化危机》的游戏就是直接就是这么一个键，所以说是很难改过来这么一个习惯。这个狙击枪我不开瞄准镜的，我瞄着这个地方打，好像是打到了这个脚上。天呐。听有羊的声音。对面可以去吗？对面好像可以去。先看一下敌人是从这边过来的，这后边我可以把这门开开，好像是。这是我们游戏一开始来的地方吧？哦，当时这游戏一开始从这个房子上掉了，那个坡上掉了，滑了下来。这是鸡蛋，说这儿有野兽，我们是要。还被撞了一下血。这等于是那之前那些鸡，我猜也是可以打了。先确定这个人不会动。这等于是之前我们开不开的这个东西，可以把这个门开开，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锁。这个肉这么大个儿，至少把这个相当于是感觉上算是一个捷径嘛。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车，每次要钻，打了个叉儿。那也就是说，这些鸡我是都可以杀了。杀完之后，他们可能是想说出鸡蛋，真的变成了一个什么杀鸡取卵的一个东西，应该是出鸡肉。地图上那个写的也是，应该是一个像是禽肉一样的一个东西。哦，你听那个声音。我的子弹应该是都没了吧？
这就是过不去。另外一边被锁住了，这个门是被反锁着的吗？听见有鸡声。给了个炸弹，狙击枪没了。我打算回去升级武器了。我这个好快啊！怎么走呢？左拐。希望不要把我拽回去。追过来了吗？他过不来。我们是怎么这么走？这游戏呢，现在是我在一个相当于是 hardcore 难度去开荒。啊 ，yes。主要由于是开荒，所以说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像这种可以，这里可以组合的东西。Hard times, Ethan。就可以省钱的东西呢，尽量都省一省。那等于是这个武器相当于是没有用了。我可以花6000块钱买些子弹，但6000块钱买子弹感觉有点贵啊。但是可以升级。可以升级的话是散弹枪跟狙击枪都可以升级。散弹枪的子弹。狙击枪的子弹。These hands are more dexterous than one might think. 伤还是满的。这个是160，现在是升到170。射速加了0.01，这个有点没用。啊，还有两个是武器插件，现在是可以增加攻击力，我猜这个跟射速的。这个手枪倒是弹容量比较小，但是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还有些钱箱子可以升级，这个武器应该都没有。这个武器可以卖吗？哇，这么贵！不太清楚还有什么留着它的必要。Thank you for your patronage. 我就先留着吧，暂时箱子还够用。Welcome, Ethan. 有两个这个武器的升级，这是可以买雷。这是降低武器它这个瞄准时候的一个晃动，看一下。这个好多了，之前好像就是一直乱七八糟的在晃，非常难受。这样存个档。
现在武器的弹药应该是弹容量是满的。如果说之后是这么走吗？如果之后说再没有弹药的话，那是我该调和的话，就是去调和了。他们走。有点快。也是一个小 boss 类型。我在想，如果我动作够快的话，直接这么着瞄好之后，我马上右键，这个镜还没有开起来的时候，我直接开火，是不是这不会打歪了？这个东西可以开开，这个门可以开开。什么声音？有红烟囱，红烟囱是那边。等于是钥匙在你手上。个开锁器倒是挺有帮助。你脑袋都没了，怎么还在动？还好是进来的时候是听见了里面有声音啊。两个类似于是雕塑一样的东西，都是身体没有脑袋。这个房间进不去。
那等于这边是前进方向啊。这是弄井的那个东西。绩效，看下啊，等于是跳下来可以把这个门解锁。可以。一的话。出蛋还是出肉？应该是出肉。它的这个地图上名字就是肉。如果说是鸡的话，那我可能是稍微犹豫一下。是这个里边，这个房子哦，这就是那个红烟囱的房子。可以这么进，还是说这个门是锁着的？锁着的。哦，这个门是卡着，刚才是这个东西卡着过去，但是可以这么走，好吧？这房间也是绿色的，没有东西。那等于是我一定要爬那个梯子上去了。这些管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个装饰，但实际上游戏就是告诉你，沿着这个管子，那是当路标。先把这个开开。你好。我可能现在，之前好像打的时候就是武器可能攻击力不够，打怪一枪是死不了。好像我这狙击枪也是直接是，我感觉是不是因为我这是难度比较高，至少像四代、五代、六代基本上这个狙击枪打头爆头一枪都是死掉的。什么玩意儿？哦，就等于是我们这个钥匙是有其他的部分，到时候组合可以让它这个翅膀变多，好吧？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哎，哦，直接是多了一个，怎么拿起来？关闭。组合，哦，已经组合了。Damn it! Better see the Duke again. 回去找 Duke，好吧。给这个 Mother Miranda 是牺牲了两只羊，毛。找一些东西跟药。
好，刚才好像这个时间是多少？2月9号，在这个教堂是这个人跟四个，他说四个什么领主？我猜就是那个之前那四个 boss，好像是那个吸血鬼，那个已经被我们打掉了。等于是 Rose 已经死掉了，他是变成了一个水晶。所以我们的孩子应该可能就还是受到了 Evelyn 的一个影响。就是每个人是有四，一共有四个，我们现在是拿的是脑袋，应该是还有其他四个，是每个人手里有一个。好吧。这个房间绿了，出门会有怪吗？没有怪，那等于是这个东西，我猜是这个门开之后是这么回去，这个门好像是反锁着的。这好像是拿的一个什么井的一个，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么使。嗯，其实是羊可以卖钱的。这等于是地图上的这些井都可以开了，是吧？哇，这是一个6个翅膀钥匙，等于是还要再找2个翅膀。这儿还有一个井，哇，这么多井，还有鸡。觉得先去，这是什么？怎么回去呢？哇，之前拿了一个开锁的，这儿还有一个锁。我现在有锁吗？有一个。我觉得这个锁，我去这个锁离的这个地方近，我猜这个祭坛这个地方应该是可能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东西吧。我先把这个锁开开。这么走，什么方向？往回走，这么着吗？这么走。对，哦，要这么穿过去，这个地方好像是被卡住了，这边好像是被卡住了。一个带2个孔的，像雷尔这些环境的一些奇奇怪的声音做的是很真实，但是有时候真的好瘆人。等这些东西之前的那些财宝是2辆组合，这个需要3个组合，猜这个卖钱应该是会更贵一些。这东西我怎么记得是之前是打那个。那3个女儿，她们身上好像是带着这么一个东西。前边是鸡，把这个鸡可以打掉。
还有吗？没了。这个好像是从另外一边开启，我猜这可能是之后探索完了之后，可能从这个墓穴中跑出来。啊，怎么有这些敌人了？这个东西是只，先不管。前边右转有鸡。别跑！然后一直沿着右走，有一个水井。但这个地儿我感觉，上面还有个鸟笼子。还是被发现了。这是前面房子的后边。我不去了。都过来了。过来吗？怎么这么劲打啊？这个房间是，总之是可以防守，但是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边还有一个柜子可以弄上。这些人我觉得打了应该没有什么，他掉的那个东西是很值钱，所以说打了他。前边的话是还有猪。这么劲打！嚯！我怎么还有天呢？我这都看到我们自己身子了。我刚才有几次是，我感觉还是有些游戏玩的太多了。刚才是我的这个肉搏操作，我以为是我在玩干掉地板，直接还是按鼠标中间想 parry。这是个什么猪？我的天哪！
个优质的肉，好吧。一个蓝鸟，一只白猪，三个炸弹，这个倒是没有白来，而且还拿了一个猪。这东西我猜应该就进不去了，当时好像是一个剧情。别的东西呢，可以往回走，这个地儿怎么去来的？这边好像是去不了。这么过去，这面是过不去吧？这面是过不去。我可以这边上两发子弹吗？都是没有子弹了，这边倒是我是听见了一个羊，好像我当时，哇，这个门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当时在这个屋子里边就好像听见了一些很奇奇怪的声音，原来是在屋外边，这个屋顶上有一只羊。这样我看一下，这期时间也是正好差不多了，回去升一下武器的弹药什么的。当然我也不太清楚现在弹药能不能升级。啊，还有一些珠宝什么的可以卖。哎，哦，有剧 How 情。was it? Did you learn anything? I found these feathers. Now tell me how to fix this like you said you would. Settle down. First, you must use that key and collect all of your little roses flasks. Where are the rest of them? There are four in total. You have the one, and the other lords have the rest. Lords? Mother Miranda is the cold, calculating ruler of this village. Four lords serve under her. The first you've already met, the Lady Demetresque. The second lives deep in a valley of mist, the Dollmaker, Donna Beneviento. None of her playmates have ever come back from that dank old estate. The third is Moreau, a being of twisted flesh that lives in the reservoir past the windmills. It is said that he is not the only monster that lives in those waters. The fourth and most dangerous is Heisenberg. He works in his factory on the village outskirts. And the project, let's just say parts of the human imagination are better left alone. 这个工厂倒是有点五代的一个感觉，火，这样这游戏算是正式开始了，地图是给我们弄出来了，还有好多的宝藏，好吧。If you truly wish to save your daughter, you must first gather the four flasks. I'll do you a personal favor. I've marked the Lord's locations on your map. Some treasures still lurk in this village. I'm sure each one will prove of great use to you. Why are you doing all this? Why, it's all part of our first-class customer service. Please do come again soon. 好吧，说实话是挺可疑的。Well then, feel free to. Ah, yes, I have you. Find some quality ingredients and 哦，bring them to me. 可以。好吧，我之前以为是一个炼金什么嘛，我是为什么没有想到是一个可以料理呢？看一下，这些都是少量的增加生命值，
三个鱼，七个鸡，四个一个。这是当你防御的时候，可以是降低伤害。这个是增加生命值，这是少量增加生命值。等于说我可以做这个，这个东西材料是不够，是吧？这个是什么？这是大量增加生命值。差一个肉可以弄一个大量增加生命值。差一个肉，我可能再找一些猪去。这是防御的时候大量降低伤害，有加攻的吗？增加移动速度，这个有点用啊，但是没有鱼。这个大量的话是差一个肉，这个的话也是差一个肉。如果是都差一个肉的话，我估计这个可能会，哎。什么情况？怎么弄？Don't let up yet. 嗯？这我能拿出来吗？好吧。thank you. I can hardly wait. Just excuse me a moment. For the wait. Here's your share. 啊，是还是，等于是给他做，然后我们是一起吃。Not a bad dish. 好吧。Food is life. 呵呵呵。哇，这个是之前打那个，我当时是好像是用地雷的那个怪，这飞的这一个2400还是蛮不错的。这些是没有组合的，组合好东西还很贵。哇，这一个肉这么贵。Splendid. Do you know its worth? 哦，这等于是我可以先把这个肉先给他。Quality meat 这边是一个，我是有两个吗？I can hot. 还有一个禽肉。Wait for the. Oh, good. I was just thinking of ways to pass the time. 那就等于是我大概明白了，就等于是你打猎回来之后，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是先交给他，这样就不用占物品栏了。嗯，看一下，这个是给齐了，这个是差一个，这个是降低防御的，这是加血的。这游戏可能是防御，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机制吧。当然，我感觉上我可能用的也是不太习惯，主要是很少说打一个第一人称的一个射击游戏，然后你的生存的一个手段是防御格挡。我觉得直接加血好了。Thank you. 可以。I'm skilled at all sorts of weapons modifications, and will do them for a small fee. 这个财宝应该是这么多了。武器升级的话，哦，弹容量已经没法再升了。我的It's sure to be a good meal. 手枪可以再升一下级。Yes.
首先升一下级，这两个东西我感觉上没什么用。散弹枪其实上弹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是一发一发的上。有新的东西吗？瞄准镜感觉没什么用。箱子的话也不缺空间。To hunger used to be alive. 升一级吧。Delighted to. 然后就别的就不管了。可以。Till next we meet. 那这些东西我就都上弹好了。可以，这样看一下地图的话。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四个翅膀的钥匙，相当于是这些东西可以开了。这边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弄了。我应该是好像是水井是有了一些是吧？这还有一个东西，这还有个水井。这个门。这个门我猜应该是这个门开开之后是这么过来，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现在他的目标是收集肉，这个感觉好瘆人的一个任务目标，就是收集四个这个东西。我猜啊，果然是每一个门这边是通向一个领主，就等于是有 boss， 说一共有四个 boss， 这个 boss 已经是打死了。但我们是这么来的呀，这是马的那个，可能是那个 Heisenberg 吧，他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个门是有来过，是一个，这是一个什么仪式的一个东地方。哦，这儿当时有一个机关，我当时可能是。当时可以用，好吧，这样现在感觉上游戏就是比较开放了，有整个地图上也是给你标出来很多新的东西。其实我这么想的话，刚才我收集乱七八糟东西可能有点就是重复，现在我可能还要往回跑，我不太清楚刚才是这个东西没有刷出来，我现在是拿不了，还是说刚才我没有探索的不够仔细，这个东西没有发现。总之这边是有些新的财宝可以收集。当时好像还说是好像还要把这个开锁器给用了，这还有口井。这样我觉得接下来目标我算是定下来吧，就是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收集物品的事先都收集一下，之后呢再去进行一个我们的主线的一个剧情，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这期呢就是先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